从我多年的招鬼经验来看，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跑路啦。哎，多年经验也可能不太靠谱。像我这种主动暴露行踪的求生者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多了。各位屏幕前的屠夫同学，一定要珍惜啊！聊聊啦，趁着亮仔踩板子的功夫，我们火速转移到下个交互点。像这种监管在板子旁哭闹的时刻，最适合砸板子啦。就算你没砸到也不要紧，对方在踩板子时，我们一样可以趁这段时间转移。但是我好像选择了一条对自己最不利的路线，大平地。我还真是逃跑界的一股清流。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，然而完全没料到亮仔会直接闪过来，还好眼疾手快，一个技能扳回局势，就是这么帅气。俨然前方的板子就是我能否甩掉亮仔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告辞，见成功逃脱，我们接着爬电梯。终于在一番努力下，我们爬到了最后一台阶。然而队友马上就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。对于手残的同学来说，在天灵手势中救人可能是一件艰巨的任务。但架不住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不喜欢玩套路的靓仔，救人救人！紧接着一个大心脏，我们直接去开门。也别光顾着开门哈，时刻盯紧四周状况。告辞。虽然成功中招，但也不要慌，我们就在这儿跟他周旋。两人瞬间飙起了演技。哎，你猜我过不过去？你猜我猜不猜你过去？然而被队友再次救下，但此时此刻远处的靓仔一定会直奔过来，沿着脚印寻找我们。而小四同学与我们并驾齐驱，顺着同一个脚印进入贵州，既掩盖了脚印，又很好的找到了隐蔽地点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再见。